啊，这儿今天来的这地儿叫夏华牧场，差点说成华夏啊。这个店不小，来头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一个人呢有点单薄。然后我看着这个档期呢，我就请到了我的这个曾经的老搭档吴笑笑，啊，让他来这儿跟咱们一块儿介绍推荐一下这家店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咱们最近有点冷，而且呢这个体力明显不够的笑笑。今天啊，大嘴哥呢带我们来的这儿呢是也是大家可以看出来是吃火锅的地方。对，现在我们都知道啊，三九四九是最冷的时候，那冬天吃什么最滋补最温暖呢？肯定还是锅。对，没错。虽然是锅呢，但是这个锅不一样。就是说咱们今天主要吃的是什么东西？牦牛肉。咱们现在邯郸这个火锅可以说是遍地开花，但是做到这个真正的牦牛肉的我还真没吃过。所以说今天这个是大有来头。笑笑，你不是冷吗？我告诉你，一会儿尝口牦牛肉就像穿了件羽绒服，绝对让你胸中燃起那个叫什么冬天里的一把火。我现在已经等不及了啊，这个真正的牦牛肉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一起去尝试一下。进店。首先没有感觉那种摩擦油腻感，是不是非常的清新？而且进来之后，这个大厅的环境给人非常的不失这个典雅，而且呢非常的大气。那我想在这里的冬天，在这里吃上这个牦牛肉，喝着这里的滋补汤，和这个家人亲朋好友聚在一起，非常非常的舒服。冬天嘛，我们要求的是养生，而且就是滋补了。那我介绍了这么多这里的环境，他家的牦牛肉到底口感怎么样呢？咱们一起去找嘴哥吧。这个东西啊，是看起来就垂涎欲滴。你想这老板大老远从青海把他们运过来，这估计洪荒之力都使上了。在这儿看了不过瘾，咱一会儿上桌涮了它。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呢，最实在的还是要尝尝他家的这个牦牛肉的口感，对不对？ 对，你看这色泽。而且呢，大家也看到这个热气腾腾的，非常的温暖。那咱现在呢，尝一尝这个真正的牦牛肉。你先来吧。它这个分量非常的足啊，而且大家看这个单片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放进去一变色就可以吃了。而且呢，我今天吃的这个是三鲜清汤锅。嘴哥那个是？我这就是泉水锅。泉水。人家这儿用的所有的水啊，所有的水都是农夫山泉的水，所以说这泉水锅还是比较地道的。然后变色以后，我建议大家来这儿，不要就说。尽量就用这个人家这儿特制的这个牦牛汁儿，因为这样的话会保持住这个牦牛肉本身的口感，原汁原味儿。对，而且呢，它这个大厅也有这个自助小料台，对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来调制。赶紧尝一尝，你看，揉了一下吧，非常的有口感。而且非常的厚实，这个肉，对，它满嘴都是，它非常的嫩。肉呢，肉质肯定不会觉得柴和散。对，而且呢，真的是要蘸他家这个牦牛汁儿，对，特别的入味儿。本身这个肉的汁水就非常足。再尝尝这个。而且这个牦牛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不是要求特别高？对，最少得是3500米以上，这个高海拔地区。然后这儿的肉呢，基本上都是两岁就要进行宰杀。这只肉质是最好的时候，非常嫩。对，而且呢，它的这个蛋白也非常的高。对，在冬天的时候吃这个是真的非常合适的，跟这个普通牛肉呢，咱们区别就出来了。普通牛肉呢，它是脂肪高，但是咱们这个牦牛肉呢，它就不一样了，非常的滋补，而且非常的养生。一，我不怕胖；二，咱们小小吃了就更漂亮。说了这么多，吃吧。